Hello， 大家继续七一的魅影，而家应该向上行呢一度思念之山。哇，嗰度有条友唔知乜水，武黑鹰，攻击力强嘅一只嘅飞行鸟，边个嚟噶？盔甲人，都咁耐居然可以锁定到投影啊！真系你真系一个不可思议嘅存在，真系有趣啊！你究竟系点样样嚟呢度啊？到底发生咩事？我全部都知啊！等离子团要讲嘅话咧，我都唔系算系其中一员啦。只不过咧，边个世界度咯，似乎对佢哋嘅前路咧有啲好奇啫。连科学通过风学嘅力量咧，可以激发嘅潜力有几强咧？你难道唔想睇一睇咩？你真系冷淡。咁你的力量究竟做咗啲咩？我拭目以待。我系边个？我第一次同你见面嘅。不过咧，盔甲之下呢张面你应该唔陌生啦。再会啦，不可思议共云者。睇下有啲熟悉嘅人啦，系嘛？既然佢讲到咁啦。呢度继续行，呢度应该冇咩特别嘅。我头先好似见到下面有条路啊，我冇嘢执嘅，原来很太罗，我咪应该喷一喷喷下水嘅呢个位。鱼之梦更新拳击预知咗，好呢个咩啊？干翼，哎又跳咗出嚟添。喷喷下水先。深忍阵呢度咧被称为忍者之利嘅地方，不过而家咧已经渐渐改变啦。事实上咧，自从咧上任嘅馆主去咗其他地区修行之后啊，呢度咧只系普通嘅小镇嚟嘅。好，有传言话咧，有住图鉴嘅僆仔咧，似乎好多都下落不明。哎，话大部分应该都系谣言嚟嘅啦。嗰啲细路咧实力强过好多，唔使担心。瞓觉唔得，张床唔俾瞓。真系唔系你嘅，好买啲药，买乜麻水十支应该够。黑淤泥毒系就加血，劇毒珠，哇呢个正喎，买啲先，买四个。好，呢啲珠我话紧其实几有用，可以话系一个战胜嘅关键啦，可以话系。呢啲平淡嘅生活咧，其实好好嘅，但系偶尔咧都会怀念之前嘅日子嘅。做咩嚟噶？虽然而家馆主咧并唔系一个忍者，但系佢咧用毒嘅技能咧技巧咧都系唔输嘅，都系唔系渣嘅。忍者系要咧舍一切感情啊，化为所中之主嘅黑暗之刃嘅人，真系难以想象。毒系真系要用超能力打啊！又系呢啲隐形墙。咁用烈焰玛娜啦，点样行？哎，呢度应该慢慢撞噶啦，系嘛？哎，就到啦，呢度。所以呢次馆主啊，多睇下你合唔合格先。火技呢一度应该都系毒虫啊，毒虫嘅属性。就到啦，好，睇唔到佢墙可唔可以揾到路呢？附敌大火啦，呢度紧系，因为细火惊杀唔死，咁我就蚀啦，俾佢打一下就系痛到可以扣一半都可能。如果附敌嘅话，呢度就嚟啦。我挑战者真系难得啦，我系深忍镇嘅训练家达优拉，道馆训练家，道馆首领系嘛叫做。点解冇听过我名啊？南瓜咧有胆量向我挑战啊！准备咧品尝失败嘅滋味咧。好，叉字符，大火，哇未死啊！睇个款佢一定用呢个嘅回血嘅。咦系冇兵技，我死啦！咁用雷技打啦，唯有。好揸下，收个叉字符。呢只就系毒地冲浪啦！哇死啦！毒地嘅话就系拍地啊，应该地震。你又大地之力，哇好痛啊！即刻转呢只先，收回你多王，起身中箭。哇识热风，边只最高速啊？但系应该都唔够佢快嘅一度。行分。
好，利多和叶依贝啦，剑舞喷射火焰石，冇计啦，要输啊呢场。保护万力潜水术，潜水术四十万伏特，犀利，好，几难打呢个道馆都，因为完全我都找不到咩属性可以打赢佢，我用我啲技，好啦，咁第一隻就会系叉字福嘅，咁用睇暴龙应该 OK。睇暴龙嘅十万伏特先，好嘢！尼多王就会有招嘅冰技嘅，有冰技啦、地震、冰技、大地之力，同埋有招咩啊？火技有冇咧？唔记得啦。踩佢，大地力量系啦，又哇一嘢秒咗俾佢，因为佢实在太高攻啦，应该。用咩好呢？去潜下啦，潜水有十万伏特，火爆后地震啦，哇又一夜震死喎！龙星群，好完全唔够快，起身中箭，喷射火焰，佢全部都黑住我咁滞，呢个利多王可以一隻打晒我六隻。好嚟啦，咁而家就系用烈焰马开头，然后我将火爆转咗珠外围巾嘅。好，啊唔系、哦，应该第一只叉字福先啱，启暴龙先啱、哦。是但而家转都冇乜问题。阴谋打唔得，开两下阴谋，佢有特攻技咩？秒咗佢啦。好，利多王就要用烈焰马牺牲一下啦，大火。震一下，好呢一度就可以食住个世上啦。地震食住个世上呢度，好毒刺水雾嘅话就系水毒照杀，哇好高好高防御啊佢，好都杀到，你多后照用，好火爆后一嘢秒杀系嘛，揸下。哇！开隔几句搞掂，吓你都唔废喎，有翻两路散手，拎住一个36啊，毒爆弹好用嘅毒技啊，可以令对方中毒嘅可能啊。虽然咧唔指望你用得好似我咁劲啊，早知有冇使用咧，揿串咗赢咗你喎，揿串咗真系好，真系好屎揿串。诶，点样出翻去啊？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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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啊，得啦，得啦，得。好 ，OK。之后咧呢度，好搞掂，好啦，而家系第二个道馆系嘛？要打几多个我都唔知道，其实佢又冇写几多个徽章。呢度有一个黑色晶石，迷茫之镜啊，定迷途啊？睇唔切，冇睇到应该系话迷茫之镜，绅士啊，照计都唔使点升呢啦我。呢度上呢度，诶呢个位好麻烦啊！呢度，诶边个嚟啊 ？Anna， 呢诶你同嗰个少年有啲相似喎、啊，啊唔系你同佢都唔太一样啊！我似乎对你一个模糊嘅印象啊，唔介意咧嚟场精灵战斗咧，我都估到系 Anna 嚟嘅个样，虽然佢戴咗顶帽，哇有水技、啊。如果是水的就堅果啦，高壓水分，哇好痛！佢就算咁样打落嚟都痛。好喎，高壓水分，片佢，好嘢，一下打死。嗰只嘅长毛象嘅进化就系地面系同埋冰系嘅，火爆喉啦，一拳打死佢。揸下，好，我要死啦呢度。咁佢应该会
啊，落紧雨喎，系喎，死啦！踩佢，我踩一半，大火。OK， 杀到。狡猾天狗，狡猾天狗就系草飞，啊唔系草恶，用格打。啊，但系佢应该有呢个草技。系啊，总之爆弹。依背啦，系咪啊？剑舞之后用重技，重技杀风神犬、启暴龙、冲浪、神速，啊！揸下，再嚟，揸下，再嚟，揸下。神速唔死啦，边有咁易死？巨剑螳螂就系特防啦，应该用，但我冇特防啦，所以焗住用密防密攻打佢。系啦，一定唔死啦，佢有抗火果添佢。呢招加你，原来你好耐冇见啦。哦，原来系冠军啊！我曾经喺梦入面挑战过，喺梦入面挑战过。估唔到你竟然系嗰个啊淘剑拥有者共魂者啊，系啊！我相信梦境是真实的，只是罗姆威同我讲过咧，现实系当下嘅真实啊。我理想咧系我求嘅真实，而梦境咧真系遥不可及嘅另一种真实，原系咁啊！唔单止系冰龙嘅观测之后，将你嘅可能性恢复啊，并且跨越呢个梦嘅距离啊嘛，真系可畏嘅技术啊！多谢话俾我听呢啲啊，我谂我应该渐渐开始了解呢一切嘅真实。被布莱克同埋拉克兹佢哋所击败嘅父亲咧，冇可能如此。迅速咁咧喺其他大陆嘅展开行动啊！嗰个男人啦，我咪用咗同你一样嘅方式啊，嚟到呢个世界嘅我父亲嘅共魂者啊，佢用咗冰龙嘅力量咧，将前去阻止佢淘剑拥有者全部冻结，并且等我嘅捷克罗姆同埋布莱克嘅列希拉姆重新化为黑夜之石同埋白昼之石，并且夺取咗佢哋，而我嘅朋友啊佐罗亚克咧伪装成我嘅样啊，代替我被冻结啊！为我创造咗呢个逃离嘅机会，再精密嘅计划都冇可能做到咁啊！呢一个唔系计划嘅力量啊，系恐怕经验嘅力量呢一样嘢系。嗰个男人恐怕已经喺其他世界做过一样嘅事啊！你都有疑问啊？果然啊，唔单止拥有共同嘅灵魂，连野心都系如出一辙。话唔定要更加疯狂啊！人类同精灵嘅基本咧，应该可以超越呢个精灵球啊！我谂我要实现我嘅真正理想啦。所以睇到二者融合嘅共处世界，呢、這个世界咧绝对唔可以入入佢手中。哇，好长啊 ！N 你讲嘢，可以救我朋友啊！喺呢个世界度咧，从佢野心救出嚟啊！相信你都会阻止佢。咁啊，同努力咧，之后再见。哇，好长戏，因为我受太多呢啲咩梦境啊、真实嗰啲嘢咧，搞到有啲乱而家剧情。好，缩雨阵。呢、這个差的名真系可以话系几犀利一个改版，佢可以改到咁真系好劲，其实，即系佢又因为重新整一个地图出嚟系唔难，唔简单嘅，要有个地图嗰啲嘅，即系要设计个地图啦，然后每个人都要加啲对白俾佢啦，好叫咩啊？对付呢个鬼系道馆啊，拜顿斯先生特意培育咗呢个代龙啊，之后佢有啲好奇咧。袋仔里嘅小袋龙几时会长大？啊，我知道咧，唔应该带佢，但系咧，可唔可以帮我搵个淘淘犬啊？佢明明一直咧好温顺啊，成日都画画啊，逗我开心嘅，同埋屋企人。但系琴日咧喺魅影之心散会时候，好似突然着咗魔咁啊！好，呢度又有嘢买啦。我多得嗰个嘅气息，专爱围巾先至赢到。如果唔系靠专爱围巾，我都赢唔到应该。特殊货。其实买咗都得啦，我买咗，心之轮要啦，雷石掉，解麻万能粉，降系精灵带上增加技能威力掉，得50元，好就咁啦，买呢个嘅气息头巾，好，保证咧不会一击贫死，我要买多啲。是非常有用的呢一、這个护力之极，不是呢度应该，因为佢有咩魅影之心、纷纷之怒，因为我喺呢度系魅影之心，
好，又嚟银河团啦嘛，直冲红踩佢啦，直冲打鼓，好，新士啊，大啊细火用，顺风即系佢速度啊，想用，但系冇用，快唔过我。哎，嗰度有啲饿，打完你就去食饭啦，叉字符，烧死你啦！踩死你，黑毛踩，黑老家，要踩，再踩，好，八十一你，哎，冠军咯，冇得走啦，将附近嘅训练师嘅精灵都操控住，到底想做啲咩啊？希罗娜，呢啲银河团咪应该解散咗咩？听日佢而家谂紧咩啊？我冇必要答你嘅问题啊！系啊，咁呢啲事咧就喺监狱度慢慢考虑啦。今日自身赢啊，就俾你睇一下月食之羽嘅扭曲之力。呢下绿沙同埋捷克罗姆，唔系嗰只叫咩啊？死啊！佐罗瓦克系，连我嘅精灵都可以操控啊！但我哋要快啲讲过去啊！佢讲过去有咩用啊？到咩？不过诶，佢一个僆仔啊，居然妄想啊阻止我哋银河团啊！我要为你嘅愚蠢咧付出代价嘅。咁点解我系冇俾人操控？唉，可怕嘅事情发生，我就系怕呢一只嘅火啊！但系应该都 OK 打死啩？系啦，哇！俾佢两个道具伤咗咁多，蔓藤怪小红火杀，好，你识斩慢嘅只嘢，我见到系斩嗰一下。太暴龙啦，十万福德，哇，完全唔痛喎、啊！啊，系因为佢开咗个招嘅回血啊，所以佢用雷技打唔痛，冇错。其实几有趣嘅个招嘅回血技，将自己变成呢个唔系飞人，系而回血，翻刺射，火爆后啦，跟住震死佢呢度，震死佢，哇，完唔痛。抗毒果啊有，练马啦咁就秒杀佢，阿力做咩好难嘅车啊大人，居然俾一个僆仔真系难以置信啊！不过既然咧可以顺利控制到咁多精灵，咁我测试任务应该 OK 啦。嗯，睇呢啲所谓嘅扭曲之力都有使用嘅极限咯。我哋同精灵嘅羁绊咧，点会系一条咧羽毛可以斩得断啊？即系嗰啲漂亮啊，随你变咯，冇兴趣去听啊，走咗吧。真系多谢你嘅名咧，冠军系嘛，我会好记住你嘅列亚六沙。佢好爱系咪啊？当时应该就系佢嘅龙星群。哎，的确系一个用心培养嘅精灵啊，实力咧都唔可以睇小嘅。哎，多谢晒啊！不过咧呢只列亚六沙仲系原六沙嘅时候，就同细个嘅我一齐修行啊，有住呢个好深嘅信赖，月食之羽嘅扭曲之力啊嘛，打罗伊嘅力量啊，居然连基本都可以操控。不折不扣的噩梦，我一定要阻止他们疯狂的举动、啊、曾经在神奥地区引起动荡的银河团、啊、在电源山一战之后已经销声匿迹，现在突然又出现在这里，希罗娜，这是神奥的冠军，应该对这个组织很了解。哦，是啊，我参加了他们最后之战、啊、虽然后来原本的干事冥王呢曾经掀起了一个不少的祸乱，但嗰阵时赤日嘅想法似乎改变咗啦，被那大牙佢哋所改变，重新定义咗心中嘅完美啊！我谂佢哋咧应该唔会再作出呢啲举动啊！唔通唔系佢哋嗰啲不可思议嘅僆仔啊，淘金拥有者啊，佢而家都系处于呢个冻结嘅状态，好遗憾啊，仲未有任何进展啊！冇几耐之前咧，沉重打击嘅等离子团啊，居然咁快可以东山再起，将嗰啲僆仔全部冻结，而家银河团都系，咦？等先。你好似咧生得好似嗰个僆仔其中之一个，好啊难以置信。虽然咧创世神话咧的确提过其他世界，但我冇谂过会有其他世界嘅人来访啊。不过咁你就系嗰位嘅淘金拥有者共魂者啊。虽然咧灵魂解冻咗，但系身体同埋心灵咧都未，所以咧拥有者咧仍然无法复原啊。果然咧都系要谂办法直接打低冰龙先得。咁你之前见过嗰个我同富老马应该都系共魂者咧，你可以读到我人格代码艾沃尼，但我仲未得。哦，或者咧，我多谢你出嘅情报，我谂我有必要咧将你讲嘅整理一下，然后讲俾其他冠军师，所以告辞啦，告辞。吓、啊，我谂多咗啊，冇咩嘢，我要查一下古代嘅文献啊，话唔定有其他线索嘅。好，
应该 OK 啊。好，翻到嚟啦。啊，多谢陶陶已经翻嚟啦，佢将所事情嘅经过都画咗出嚟啊。真系估唔到有人可以控制其他人嘅精灵，真系可怕。啊，总之多谢你嘅帮手啊，心意神奇糖果。好，呢个咩系话？鬼系啊，好似还未回血喎。好，鬼系道馆嘅。咁要恶技啦，鬼系噶嘛？即系话草衣背都 OK 啦，唔知得唔得啦？佢又有招其中之一招嘅恶技，好中意呢度嘅气氛啊，好适合咧集中冥想嘅。火焰钟，好，火焰钟就啱啦，可以用多啲变化技，同名反拳，神秘保护炮嘅青铜钟啊，笑话，咬死佢，我哋。呢度好，哦，有冇吓亲你啊？我睇下点样过呢一个关口，跟住我睇到啦，啱啱赢。预知未来，开咗下先，因为未必打得死。如果一下见冇，系啦，两下都打唔死。受太高防啊，夜黑魔人，梦妖，灵魂咆哮，火技。灭亡之歌又是玩灭亡之歌呢啲目标。好，呢点样？诶，得啦，去到啦嘛。好，咁啊，练马先啦。你好啊，欢迎，我系粟裕镇嘅灵媒师拜顿师啊。对住咩嘅嘢咧，我系最唔拿手啊。你要手下留情。紧鬼，先用细火先啦，测试下有咩技先。汽入弹。再打火月水母草技草诶水鬼嗰只嘅呢只我都有练喺 XY 嗰阵时打嘅揸下咁佢应该回血噶啦再嚟再打再打打的鬼盆栽启暴龙可唔咧启暴龙啦。星群不易打，好，呢度要转重啦。叫炎蟹啊，保护系咁啊，不易打佢，再保护啊，又用不易打喎，岩崩保护，唉，保护错咗添呢一度，岩崩同命啊，猛毒。好揸下，冇啊！同你一起死冇所谓，因为我就死佢炎蟹。呢度暂时未知对方用咩啊嘛，练马先。鬼灯跳，好一下撞到佢咁。我话命咗啊，佢用。如果所料嘅话，真应该要咧认真啲啊。之后有趣呢个俾你三十影子球，凝聚暗影嘅力量攻击，话唔定咧可以降低特。得防好，而家打好多个啦。OK， 有冇地图睇啊？呢度粟裕镇、东雪镇、卡之市，应该冇得睇呢个地图，唔啱嘅似乎。放大市区，哦，冇咩特别。咁应该就要向呢个狐狸之境啦。咁但系时间差唔多，今集去到呢度先，下集继续系咁先，拜拜。